香港城市大学致力追求优秀教学及研究，为社会带来更美好的未来。凭借创新、创意及研究，我们的发展一日千里，成为全球领先学府之一。在城大，我们不断突破界限，全赖社会对成就未来、共创明天计划的支持。我们蓄势待发，飞跃新高峰。我为作为一个城大的学生而感到自豪。城大近年敢于创新，成立全港首个和唯一一个的动物医学及生命科学院，和区内首个数据科学学院。My experience at CityU has been overwhelmingly uplifting. I was given many opportunities that brought me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 我们的成就是让大学奋力攀升的基石。城大首次推出大型筹募计划，成就未来，共创明天，旨在持续稳健地支持大学四大发展范畴。我们致力发展城大为教研卓越的世界级大学。我们请大家鼎力支持，让我们能够精益求精，为新一代提供优质教育，为世界谋福祉。佢能够咧喺好短短时间咧，系排名咧就急速咁上去，所以咧我对城大个观感好好，好乐意支持。我们力求针对现实的难题提出真知灼见，并为排名跃升、广获认可而感到自豪。捐款将帮助我们迅速应对全球挑战，并于瞬息万变的世界引领科技发展。城大就当前学术界及社会面对的挑战，确立了五大跨学科研究领域。有赖您的支持，我们将为社会带来深远影响。这几年，城大在这里推广冠名教授席，丰富教研方面的资源。大学凭着科研发展，创造实用知识，解決人類生活的難題，都希望更多人能夠支持城大，加入城大這個大家庭。城大致力創造各式各樣的機會，讓學生進展所長。我們希望能夠有更多的資源，去鼓勵和扶持熱心學習、貢獻社會的學生。成就未來，共創明天，我相信這個計劃可以照顧到更加多的城大學生的教育和个人成长不同的需要，鼓励他们大胆探索人生，甚至追求自己的梦想。城大启发了我认清自己的潜能，帮助我进展所长，将创新意念化为现实。我很多谢城大帮助我实现创业的梦想，也都很高兴可以透过捐款回馈支持我的母校。城大锐意精益求精，更多的赞助让我们能够兴建及提升所需的先进基建及设施。大学需要更多的空间和先进的设备，以提升教育和研究的质素。大学已经定下了未来几年的发展策略，亦都有些校园建筑项目陆续落成，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支持城大的行业。成就未来，共创明天筹募计划充分表现城大决心，为社会造就更美好的未来。透过今次计划，结合各界友好的力量，积极推动教育研究，为充满挑战的明天携手创造更多辉煌的成绩，开创无限的可能。城大使志造福人群，您的捐款至关重要，能够推动我们继续迈向目标。可以帮到人的一个福分嚟嘅，都系，所以咧，我都会介绍好多朋友能够加入我哋城大，能够透过捐助城大，贡献社会、贡献未来，是一种实现人生理想的方法。我很高兴能够同城大一起协助年轻人发掘自己的潜力，
他们的成就当中有我的恩怨提到，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参与，支持成大，支持成大， Support City U， 成就未来，成就未来，成就未来，共创明天。